粉紅色啊，換入四個後備啊，有呢個14號大旗啊，前後備請進喎。得唔得？呢紅色可唔可以喺呢段時間追翻啲分啊？21-14，差好少。睇錯位啊！呢、這個二號啊，其實10-13。好靚防守，13-21，21-10，62-7，七號兩分入，62助攻。七號是我哋呢個球隊嘅得分主力啊，莫振中啊，兩球啲起手好穩定。7-16，而家分數21-4。第一次打秒，報錯分啊！四球。走步啊！爭少少啊，吹咗走步先起手。13-10啊！十號自己兩分插14號籃板。62-steal。緊張啊！呢、這個後備球員，八秒進攻，10-62，5秒，62自己球，七號籃板，好，暫停啊！白色，好，8秒，13-21，21-62，21助攻，62籃板，唔使熄機。果然後備球員係真係要吸收一下比賽經驗啊，比較緊張啲啊，白色出一啲後備球員。出現失誤之餘，兩個失誤喎，一個走步，一個俾人偷波，之後俾 Kingsman 啊追翻四分，打出4-0嘅攻勢，白色喺暫停。不過正常呢個粉白色一邊嘅追分就放翻啲正選出翻嚟追，放翻啲分啊。不過而家做上半段又唔使緊張嘅，落後少少冇所謂，俾啲球員啊吸水吸收經驗好重要啊！繼續維持呢個進攻嘅體系啊！好多人啊！誒，換咗呢個走粉小前鋒喎，8-21，諗住佢帶住呢個球隊啊！8-23，2-23，23-10，10-23，呢邊都換咗呢個周俊入場啦，23號啊，米高周俊，13-23，八秒，得紅啊，23號3分差，2號籃板，係啊，又係21號失誤，62-steal，兩分入籃，好勤力嘅呢度啊，二號呢。連續兩球偷波喎，呢球就再連續兩球都係偷21號。21號會唔會有心理壓力啊？嚇！連續都發生喺佢身上喎。21-8，好拍一個靚嘅轉身啊！係黃色唔入啊！14籃板，23波失啊！23，我想唔均業啊！啲籃底夠霸氣啊，攞翻兩分。12-11啦，而家爭分咗，即係寫箭步應該好開心啦，中間有啲咁好嘅轉接位啊！10-62，八秒進攻，62-10，10-23，23炒，14號籃板啊，好聰明啊，引咗波，不過球證冇理佢啊。21-8，14-8，8-2，二炒，13號籃板，白色換人，好白色啊，唔對路啦，慢慢放啲主將入嚟，13-13，13-7，8秒，17-13，13-23，23兩分差。
十四號籃板。繼續啊！咁走啊！一分啊！後面，廿一助攻，廿一比十五。好靚 long pass 啊！前面嘅籃底攞翻呢兩分啊，十四比十一啊！紅色暫停。而家輪到紅色要輪啦。八秒進攻。廿三比一，十三，十三三分炒。十三籃板啊！十三籃板啦。去啦去啦！喺呢個偷波。係白色又嚟咗個快攻啦。廿一偷波，加埋兩分。兩波。十三籃板之後俾廿一偷波啊！好勤力嘅喺後邊偷波。佢最慘。係啊。你可以用張紙畫低啲劇情。你講嗰啲都記得嘅，八號同埋廿一號，係啊，叫做衰衰，加翻十四，譬如換入後備，後備跟住就地追地板超前嘅地板超，地板超，減翻一分，啱啊，五四分五萬幾啊嘛，衰衰，換咗四個後備入嚟啊嘛，嗯。第一次領先十比五咯，你有其他第一次好，不過我數據都會俾你嘅。開始，跟住慢慢換翻啲，換翻啲主，換翻幾個主將入場咯，咪炒翻小船方，小船方又。而家追翻十個比十一，咁啊呢時翻。十三比七。七比廿三，廿三自己炒，廿五號籃板，自己撞自己啊！廿一打比廿一八，廿一比八，好嘢！廿號三分小前鋒入咗一球，佢哋開始發力啦！不愧係隊中嘅隊主將啊！突然一連就派佢出嚟鎮場啊！十三自己炒。果然一連就派佢出嚟進場，而家係十九比十一喎。十一號，中場之後可以訪問下呢個小船風。小船風啊，到底球隊喺落後嘅時候派你上場，二比廿。你嗰當時有咩諗法先？廿一比二。但係今日抽分咧，三比廿二，成就幾大壓力。七偷波啊！三次偷波喺邊啊？佢哋可能係三個顏色有啲混太。頭先邊個俾人炒波啊？之前十號籃板自己炒。七號籃板兩分。即係作為呢個射手，呢個七號係非常之稱職啊！佢已經攞到球隊好多分數啊，最主要都攞住七號。廿一比八。三秒進攻，廿一十四，推咗啦，推咗啦，入少少，同埋手反埋手就，白色換人入，換人入，如果有人坐喺度換人要出聲啊，好紅。廿一號喎，何漢宇啊，入波！啲何漢宇都係簽兩支球會啊，入波！睇下入曬，今日表現幾好喎，何漢宇，頭先左手上籃都入球好靚，快攻又有份。我先一上場俾人抽咗兩次波，我就係佢啊，頭先嗰粒。係啦。可能一開始上場未夠定啊！十三，睇下佢都冇受呢個影響啊！十一七號啦，七號攞咩個 A 啊？領先八分喎，呢個陣都呢個四號好似唔知廿五，廿一比四，四比廿五，開。四號有啲迷路啊！我覺得呢個白色球員俾下啲兩球發，紅色廿三兩發，紅色對發三次，整翻個高估咩俾佢睇下喂。
作為一個新球員有啲蕩失路啊，因為先經過阿星嘅指點之後，會唔會行翻條正路咯？搞波廿五籃板，都係行錯路啊！呢四號廿五自己，廿五自己，好慢步歐洲步啊！呢、這個。都未揾到條路啊！時間48秒，問翻阿教練條路點行先。24:21:8，八號自己，好勁啊！八自己，呢個黃文澤今日成為呢個得分嘅主將啊！都係小少波，3:11，我真係飛龍張海明，犯規。我有教導翻呢個84號條路點行先，佢成為失路啊！啊 JW 啊 JW 今次表現好出色喎，炒咗兩球係正常發揮啊！我哋訪問下 JW 先啊 ，JW 過嚟睇先。喂，頭先球隊頭先門後備之前個分數俾人拋離翻啦。教練派翻你哋出場嗰陣時候，有咩期望祝福咧？有咩叮囑？我諗住帶翻你節奏。帶翻你節奏。但係你好表現，你一邊錯喎，你好稱職喎。都係。滿意自己嘅表現先，今日。麻麻地滿。下半場有咩對於炒粉嘅次數有咩點樣可以控制好啲？減少啲。可以減少啲。好好，咁啊，下半場打好啲啊。